您要出城？最近外面可不太平，据说有一伙恶徒专挑下雨天打劫。茫茫细雨会掩盖呼救声，也会冲刷掉打斗的痕迹。那不是正好？客人胆子真大呀。停车，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。这有劫匪，救命啊。等很久了吧？碰巧我也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有人把我的计划提前透露给了你们，但你们逃都不逃。那就让我领教一下。我投降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可惜我的耐心也差不多耗尽了。等一下，我知道是谁泄露了您的行踪，我这就说啊，不，我亲自带您去。看来你还不笨，起来吧，走，让我们一起去见见你的朋友们吧。